在网络线上游戏越来越多，但它们内容是不是都 OK 呢？今天超六话题，我们要带你来看哦。现在线上游戏呢，它的广告啊，有时候太情色又很夸张，所以呢，希望能够借此来吸引玩家，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了。但是啊，就连游戏的内容，还设计出一个非常惹人争议的过程，比如说要掀女孩子的裙子来看她们内裤的颜色，这会不会太夸张了一点？这款线上游戏打出可爱的人物来吸引网友，但是游戏中的设计要掀女孩裙子去看内裤的颜色来过关卡，夸张的设计也遭到质疑。请业者要随时注意，不要去用女性身体，或者常常一些广告用性暴力来吸引一些年轻人。民众受理，如果说我们认为不妥，又会紧急要求他紧急下架。用夸张的设计内容来吸引玩家，电玩业者却表示，当初设计是为了趣味和创意，掀裙子看内裤只是其中一项过程，而事后也将重新调整。只是网络游戏如此夸张又色情，难免对青少年有不好的影响。